这是长不容易，这下很努力。你可以前辈的一些身份，教他一些诀窍。这也不可能在一两分钟内教他吧？对他解决市政的问题有信心吗？我想应该他可以做得很好。有没有期待他可以优先解决哪一些部分的政策？这个让他自己去体会。好，谢谢。